老公，干什么？你在干啥呀？吃猪啊？我想问一下你，那个锅元旦前买的，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，也不拆箱，放着准备要干啥呀？那锅放着干嘛呀？不拆开呀？跟儿子结婚呢。啊？拿走，啥东西这是？快放那儿。等人结婚哟。我都给忘了，走，现在拆，来给拆，来，跟爸爸拆锅了，给我打开，这是那个不锈钢的吗？铁锅，啊，别撕开。那个不撕，那不撕，那个不撕，那个不撕，给我！不一样，怎么能不一样？我找个地方打，让我打去，要不行，找个地方打去。让这打去，让爸爸打去，让爸爸打，让爸爸打去。嗯。这是铁锅呀。撕它干啥着急？这个拿电吹风烤，要不是那时间长了拿不来了。这质量看着还行吧？这锅后面是老陈了。嗯。老陈。多么可笑的只剩我。你的意思是买俩锅，等儿结婚完你自己出去开火呗？啊，没头啊！看你就是有这个勾勾心呢，是不是就这个意思？这个好像没有那个厚呢。这是镜面，哦，都一样。嗯。放着在天空中停靠，夜晚的来到，呼唤我为阳光的温暖。老婆，你看我像不像飞行员？像飞行员。相遇忘了海的味道。你干啥？你干啥？飙了，疯了！说够不够费劲？接他干啥？直接弄水缸的时候，咔咔两下就蹭掉了。又得电吹风烤，又得干啥的？我这么没文化，弄水一泡湿，钢丝球一蹭不就掉了？嗯，粗暴，有点不文雅。简单粗暴不好啊！老婆，像不像米老鼠？你像唐老鸭，你像米老鼠。唐老鸭哪有那么大的耳朵？只有米老鼠有那么大的耳朵。